2000 years later. 3:03，我哋终于要出发，终于要去开始我哋一日嘅行程。走啦，咔嚓咔嚓。哇，双下巴。正常。咦？我嚟。你攞咗卡未啊？攞咗啦。哦，咁走啦，我哋。我哋开门都已经面临咗。面临了危机。哦咻哦咋是为什么出不到去的咦这里好像游了一样。嗯收服。他吃东西先好饿超级无敌饿。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找不到东西吃的。我觉得在购物中心那里。咁行啦，你覺得係咪啊？唔知啦，我數下先，行翻翻過嚟呢邊。看我的盛世美顏，今天的我啲點都係唔會剪嘅，我剪走曬。我查下喺邊，睇你手機啲嘢。我哋原本係淨係諗住喺呢度附近揾少少小食，例如好似葡撻啊、豬仔包啊之類嗰啲食完咧，就可以出發去食自助餐嘅啦。但係呢度全部嗰啲店都是那些正餐、全部都是得正餐，所以我哋飯啊、粉啊、麵啊，我哋最後兩個人叫了一個海鮮鐵板烏冬。我哋不應該在咁餓的時候去點呢一間嘢，因為真的超級耐，我哋真的諗住隨便吃少少嘢就可以去下一站填一填個肚。結果呢一間佢點解九大鬼出嚟？佢嗰個麵可能而家先開始種啲小麥。我不知道怎麼可以這麼久，明明我覺得好像沒什麼人的，全部都沒什麼人，但是呢它好像廣州那些網紅店一樣，真的很久，我現在很肚餓，我們就是一個海鮮鐵板烏冬，我不知道怎麼可以等到現在，可能還在捉海鮮。好餓，我覺得其實是真的好吃的，我已經不知道是等得太久好吃呢，還是它自己真的本身挺好吃。嗯，好好吃喔、而且它裡面的料其實算多，像一些蝦那些它都挺多的。Think I like you,
best when you're just with me and no one else. Crystal, come right back.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to slip back in bed when you light the candle. Ready? Day 2，喂，思思，啊，你要克服你自己噶嘛？点解会每日都开唔到门咧？我今天是御姐，不行，我就要睇下。你阿于姐，你啲头发后面跌咗执落嚟，唔紧要咩？咁咪唔于姐咯？于姐噶啦，因为我太度系于姐。于姐，你个双下巴，于姐唔系双下巴。哦。With me.
冇人问，发表下评论。就好苦嘅咖啡，有冇奶奶味重唔重？系咪你中意嘅咖啡？唔系你中意，我试奶茶，好似着我要试奶茶，好心凉。讲先奶茶，我又要。你唔系话你想饮咖啡嘅咩？好饮，我一口去，系咪好饮？我试下你咖啡，点解试下你嘅咖啡？唔得真啊！Tell that something to change.